石志神作壁画，吸尘机为游客净身啊！梵蒂冈西斯丁教堂嘅壁画混杂咗好多文艺复兴大师嘅手笔，我最中意嘅梗系米高安哲伦嘅《最后审判》啦！有生之年点都要去睇一次啊！咁唔该你入去之前，俾吸尘机净化你嘅身体先啦。我个身上啲尘都关事嘅咩？梗系关事啦！游客鞋上面嘅尘埃同身上嘅汗都系破坏壁画嘅元凶嚟噶。两年前佢哋用咗成个月嘅时间嚟清理，足足吸咗几公斤尘、头发同人造纤维。话晒每年有成400万人次参观，为咗保护呢啲有成500年历史嘅壁画，教廷方面会喺教堂入口前100米整部高科技吸尘机，应该出年就装好噶啦。其实咁样吸一吸啲汗，游客夏天参观嗰阵都凉爽啲啦。